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钟慧啊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咱们现在观看的是斗兽有蹄子啊，现在刚抓住了鱼，咱们看它的蹄子去。另外上上吧，上尊道，今天还是那方弄的是吧？哦，对，咱尊道，咱这光光费事是一圈儿。这是贵了，这好这老味儿，这东北这沙炮一样，一场大拇指就蹬了吧，一会儿就累了。来，这个叫高姐，这个粘不粘不粘？是不粘？不粘，那不粘，那不能试试。会。哎呀，掉了。不要。不逮会儿，不逮会儿，逮会儿在那。那会儿那里也，那儿也粘。这样看。我这今天这个刮两，弄小点块，刮到上面夹的，长得强的很，就是那屋的臭。这有点味儿，对。啊。这两个饭都没了，你还拿给拿绿金子呢？拿回了这个。直接上凳子了啊。有味儿。哎呀，这就坏了，坏了！你不，那等我看多少吨？这就坏了。你瞧，我说了那谁？哎呀，看！现在皮带不上了。哎呀，这皮带成这样了。咦？哎呀，咦？之前呀，哎呦，剩了踢翻了又。第三只蹄子啊！哟，鱼鱼鱼鱼鱼呀，鱼，好着呢，九耳朵。卖的好卖，继续看。今儿老板去了，那妞来带的家伙，这缠了还能练，还很小，小了，小。那是金领鱼啊。这蹄子也坏了，是不是？会。哎呀，这主人不给修。去。主人不让治疗，这几天就卖掉了。去。跪下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呀。一点棒棒糖。把这个扔了。你总该看看。了好了，走吧。不撒的这，他用的不敢跑。嗯，走吧。去。你会打这个头？我这么厉害？哼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辉啊，现在开始抓驴了啊。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像这个毛驴啊，蹄子特别的长啊，哎呀，跑得飞快飞快的。咱们一会儿看它的蹄子啊，抓住了啊，现在抓住了。没咬人。哎呦，这个驴还咬人啊！刚才咬了主人一口。打一个，靠！没事嘞，腰。哦。好，掉一层皮，掉一层皮啊，不行啊，腰掉一层皮。这头毛驴特别淘气啊！嘿，还踹了，你看，太毛病了，这全毛病还是啊，全活，嗯，又咬又撂，这大吊子也行，全活。
耶。嗯，你看他眼的。不找他。是啊，还踢人呢。拧上嘴唇，这个加把劲儿啊，师傅。得小心一点。又轴又料，还咬人。我看他俩蹄子啊，我看这两个前蹄儿太长了，要修剪一下。咱们看后蹄儿去。不要你的腰，不能要你的腰。开始自己上凳了。这可多多了，多不多？开始上凳。这就走了，你看，疲劳。分了好几层。你妈那这时候还五分肉了是？你会打这个头掌不？会。不会这样子，这个打这个手，那个是个手呢。不打的，他打没不住，你打那个吧。我都会坏了歪了，你弄弄不是你要要俺们朝的还有几步，垫着那个，你也是忽悠你。这一打还把俺打，打着，俺都不着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鱼，鱼，鱼，好嘞。咱这村那个太哦太阳皮那个太阳家是亏那个。最后这蹄子。堵这个凳子呀，我这个靠这个木桩堵不了这个凳子，这凳子不窄，这凳子堵的不窄。不窄。有了一张，弄出来凑合儿。哼。你妈刀，当一下。这个都烂了。那门里的房，你太板了。这肉垫子高是吧？家生多少一个窄一个的，正常的。哎，留这一块吧。哎，留这估计大家受不了。留这块儿，他知道他家，那你这他一家子，他腿上肉也没有吃。你看我从这凳子家一上，多少数啊？好了，去点棒棒糖。柴羊皮那柴，这瓜皮这，哎家伙，你全部整在里，你去那问这真的。你知道这一份摘的就不好摘，早晨干，就不能让走那活儿，连着是，那就他一早晨，哼，我那一把那个一先走了，我这走走想走点手，好了，送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摇头摆耳的走了啊。感觉舒服了，回眸一笑啊，回头看看还。